咒，也在他的鞋缝之下得以破解。对于面包师傅来说，他再也没有和父亲团聚的机会，满怀困惑地带着妻子回家了。而曾经因为魔豆被偷而在闪电奏下的那一晚变得又老又丑的女巫，如今也取回当初的年轻美貌。而乳白呢，经历了一整夜的严重消化不良，终于和一夜之痛从杰克重逢了。至于王子，正全面展开找寻能穿进金羽鞋的脚。新娘去穿那只沾满鲜血的金羽鞋，哇，可真是再合脚不过了。你才是我朝思暮想的新娘。就在后母和两位坏姐姐大失所望之余，王子和灰姑娘骑上骏马离开了。王子因此得以重见光明。回家。
不会跟你走了。我要亲口听他说，你是我唯一的亲人，拜托你跟我回家。不要，这是你逼我的哦。情节一样，女巫一旦取得了年轻美貌，便失去了原有的强大魔法。在王子和灰姑娘结婚的那一天，两位坏姐姐也出席了盛大婚礼。他们本来是想要讨好灰姑娘，看能不能分到一点点好处。就当他们站在这对饱受祝福的新人面前时，一群飞鸟朝他们俯冲飞下，捉出了他们的眼珠子。双鱼出名的是这对坏心肠姐妹遭受到的天谴。Yeah.